创业第一天，老板被人带走。可以你把我冲破，他为什么打我？我说你们不合适。哎，慢慢。杨明，我会化妆。等会，等会。Siri， 来个音乐。Siri， 想了很久，我们可能还是。这下满意了吧？杨明。啊。我们分手吧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妈根本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我现在就去找她。怎么找啊？我们现在身无分文。我有办法。好说呀。英英，我又找到俩。这是你说的办法。全靠这一天能挣20多了。喂，英英，你别动。我先找到了，我先找到了。啊！一会儿你别告诉曼曼，我们再见。曼曼，我们在这儿，曼曼。哎，曼曼你来了。这是你拿什么呢？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不许给。啊，我看看。不许给。给我。不许给。我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了。祝你前程似锦。来搬，有人。找到没？没有。完了。正正。正正。喂，正正，正正，你在哪儿？正正。哎，忘了，你在哪儿？救你们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哎哎。